感恩您收看今天的《大爱人物志》，我是阿明。过去的人讲，人生七十古来稀呀、啊。今麦人则是讲啊，人生七十才开始。而今天的特别来宾杨一成师兄，加是要跟大家讲啊，他如何人生七十重新开始？安怎讲呢？那请来看小米。这是杨师兄啊，他儿女成群、子孙满堂的画面。你看看他在哪里？在这里。你看，不管是在户外或者在室内拍的全家福，大家都毕业，哦，幸福洋溢的样子啊。不过就在两年前，他七十岁的那一年，本地身体真臃肿啊，做蚕做龙超过五十年而已，却突然得到了癌症，怎么办呢？他跟他的家人如何勇敢的跨过那一关？我们热情的掌声欢迎来自彰化田中的杨一成师兄，欢迎他。还有他家的师姐，还有大女儿，感恩你们来，谢谢，来来，江姐，江姐，即个就安尼，那个甲定的、甲固定的，才袂无啊透风啥，就要倒。啊，即个安尼，怎啊食真久？是种要卖？无啦，咱家己食尔。啊，然后有时啊，咱自己人，然后呢，一半摆。那都办活动嘛，就办了嘛，可可以来放假。从事农作超过五十年的杨一成，弯腰整理菜园是他每天都得做的事。我老爸手头路啊，都话我过，若讲过身体，我是以前咱拢靠咧操作，吼、哦、啊做事人吼，啊身体那就骨头像较硬安尼啦，啊对身体也无特别去个关心啦。志工有出力咧做吼。啊，渐渐在体会讲，你若身体若无舒适、舒适无用，要去做志工也无咋做啊。啊，所以咱身体往较正常啊，够舒适去做才有机会啊。参加入精障迄个时阵呀，吼、哦、啊，就是放尿尿道，人就讲感觉讲怪怪，咧放较无遐顺啊，吼、哦。啊，再去大林医院身体检查，吼、哦、啊，检查了伊就发现讲咱这受精腺有问题。有了有癌细胞，啊，将啊这种来电疗。2011年被检验出罹患射护腺癌，杨一成刚开始无法接受，不过当时正在参与水忏演绎手语彩排的他，透过经文明白人生无常，他决定勇敢接受两个月的电疗，并且全程参与演绎。咱一言拢会到时，啊，我去电疗是在时。啊，拢嘛头甲尾拢参加甲头，有时候啊做主席吼，等医院上咱较亲近的吼，无哦，我看爱较严重才去处理啊。做事人，你像伊家这刀啊，就看细面就知啊。啊，你若无做事过吼，伊这刀啊，你叫啊，将手扯，你安扯都挂到袂得起来。啊，你啊以后有你做过的人去挂吼。然后这提物件，这手还比较动的，安尼我才挂了都。生活简单，简单生活，这是杨一成大病以后就身体力行的一句话。因为他说，唯有健康才能做更多志工事。把握因缘的杨一成，只要有时间就会前往彰化田中环保站做做环保活动经过。啊，伊个人嘛，想做会开个啦。伊袂讲像安尼心结掉啊，你知？我讲哦，我怀念，不做，我着想做艰苦啊。伊呢，我头个遐吼，即个囝拢唔敢甲我讲冤情，冤情我甲我讲。哦，讲着我伫在车顶，我两着哭一睏。我冤情我甲我讲，啊，即个你哭到遐伤心，我听着，我心嘛足艰苦个。哦，我迄阵啊，雄雄，那像讲。那也安尼，你知道？啊，我希望身体也平安，就欢喜啊。啊，咱不要紧，就是有足接咧，甲伊配合，就是咧环保安尼出去咧载啊。环保上济啊，过来就勤务。阮早马去分会调47周年的部长啦、啊，真的他很勇敢。平常都因安拉咧电疗，啊，我们的彩排他也是参加。我讲这代志哦，
知影的人哦，拢对咱哦足关心啊。有一帮如果当复检吼，咱何志队长蔡耀良，大概赖介明，我讲唔免啦，我家己来就好坐火车，伊专工就是开车，讲甲咱扶持啦，讲无论安怎，即逝着，阮就要甲你来去小可了解者啊，是要赞你的胆量就对啦，感觉我足感动啊，咱的华清都是做啊友情啦。法亲间的温暖，杨义成每每回想都是感恩与感动，因为加入慈济大家庭，才能拥有许多意气相挺的好朋友。师兄，你安尼身体状况安尼，差吗？无啥影响。真的伊真朴实的啊，真卡人吼，啊就是不善言辞啦。作者师啊，甲师姐拢唔知讲，杨师兄咧治疗，后来我是拢会选择性吼，真的较错，但系我个想要去挂草啦，要创啥我唔敢叫。定期用追踪吼啊，有代志啊，医院就搁甲咱处理啊。啊，袂烦恼吗？我是袂烦恼，阮师姐甲你个烦恼呢。这是家己讲的，本来吼。我是无要管拢动，我迄个时阵教，咱就讲，时阵教不了，我也无在好啊，要管。学会放下，转念，把还能付出的每一天都当成老天爷给的礼物。杨义成发愿，继续一步一脚印，永远走在菩萨道上。在世间，若有做的，迄个价值才有价值。啊，你讲这命长无做，嘛是白白了去啊。是啊，人生的长短我们无法掌握，但是它的深度、宽度跟厚度啊，我们可以自己来打造。就像我们一成师兄啊，命活到真正好了，一成一定要成功啊！我自己的解读啦、啊，哦，不简单啊，经过这段病痛了，更把握当下，对吧？对。即摆你承担咱滇中地区的这个和气副队长啊，哦，啊，拄则你的队长啊。今仔载你来蔡友良师兄啊，佮偷偷啊甲我讲哦，其实哦，伊迄阵啊化病的时候，拢无甲我讲，嘛唔知影呢。啊，着入进站的时阵欠卡手啦，所以讲我着家招啦。伊真正嘛答应呢，啊，着日时伫化疗，暗时来彩排啊。啊，你迄阵哪敢答应啊？啊，着身体哦会看得，会看得话紧。你也感觉讲，今天不做，明天后悔，我要把握当下吗？后悔，对对。啊，佮袂做，还要佮做袂赴啊。哎呀！会做是福气啊，未做就晦气啊，无做了气嘛，对吧？来，恁水某伫边啊，直直笑啦。啊，阿春姐啊，阿春师姐，伊听起来是介勇敢啦，做勇敢的。阿讲实在，当伊甲你讲，哎呦，医生甲我讲癌的，伊唔敢甲我讲，伊嘛无甲你讲。嘿啊，啊，着我上下甲讲啊，我再去问阮遐囝，伊讲嘿啊，阮拢唔敢甲你讲啊。全世界，你最后一个知影？嘿啊。莫讲全世界啦，恁规口罩的人，你最后一个知影。我最后一个知影。你迄阵伫做的时阵，伫做治疗的时阵，你心内有伫想什么代志无？万一若无迄个机会，搁做嘛是爱接受啊，吼、哦。你很自然，很自在、哦、自在啊，就是讲啊，即摆咱那赶紧做做会好啊，咱这自在路啊，继续搁行落去。哦，你有安尼想？我若即关过。我会更加认真打拼，会做比以前更加多啊！真正辛苦病痛，即个嘛知影生老病死的自然法则嘛。你安尼遮尼啊镇定哦，你甲咱所有的观众朋友，甲咱鼓励者无？甲咱祝福者，甲咱提醒者啊！真正若讲无常来啊，啊咱都无说伊有种款的情形，应该安怎做较对？咱生命长短就无真重要，吼，纯粹这个。是生命宽度，宽度，才价值咧，才有迄个，才有意义滴咧。像恁的孙啊吼，今仔日有炸卡片来啊，我看了真正，他们家的这个好像户口名簿都写出来了，给阿公的姓，七，就归回去了。七十的时候。啊，七十大寿了，兄弟，打个问号，然后蜡烛一样啊，大家翻开一下看一下，哦。杨义成在家，杨秋春在家，阿公阿嬷生了一二三四五个小孩，好，男女皆有。然后这么巧哦，五个小孩都成家立业了，每一个人又生了两个孙子，
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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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真的十全十美了，对，是真的。哦，啊，领导听讲以前的进彩不彩啊？对啊，哎，就辛苦呢。那以前爸爸妈妈忙着家里这一块小小的田，到现在做瓷器的大福田，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？爸爸，嗯，他只是把这个爱又扩大了一些吧。讲得好。妈妈呢？妈妈，妈妈现在其实她的个性也都改变了。以前她本身比较悲观一点。哦。哎，所以说像这次爸爸生病的话，她也就其实担心变成妈妈，妈妈变成心情。小三头吧，是。哎，对，是。啊，其实她现在慢慢做瓷器之后，在做志工之后，其实她看多了，其实她把心就比较放大一些。哦，所以书两个人讲啊，时间无常无法挡，所以平安最大福啊，知足人就最大福。健康咱要好啊，来护存，吼、嗯哦、啊，出来真正是子孙满堂啊，家庭和乐啦吼、哦。而且啊，我真的很佩服他们家的小孩女儿哦，很有智慧哦，知道爸爸妈妈忙于瓷器，忙于田产这个田里面的事情，没时间运动，他制造了一个机会，让他们一兼二顾，一兼二顾，会当做环保，又可以健身，安怎讲啊？这样讲。哎，师姐，啊，恁哪个打？我家阿兄家，这个阿兄家。好，我伫听候你好。师兄，俺今日是要去武田顺天府，啊，甲啊勤务在支援交通。啊，咱今摆是要踮遮等因来。嘿，带动咱社区内底一挂老婆仔呢，做认同咱厝子安尼，啊，迄工课也袂真艰苦啊，安那像伫做早操安尼。星期五早上，秋春都会固定到彰化静思堂当福田志工。要前往执行交通勤务的杨一成也会顺便当起司机菩萨，帮忙载送志工。看到杨师兄哦，安尼出来，体质健康嘞，来看咱欢喜。拄好是住这边也方便啦。是啊，也是你也用用哦，靠他的。啊，即摆就有公车去载，啊，甲旅游去载吼，啊，阮就较无可以出去啊。师兄，你甲师姐来，拢主要拢做啥物？啊，嘛是，反正接来就做。哦，擦地板，这做拖把，这拖的地板，啊，那你做早操呢？喂。啊，老婆。啊，就爱像安尼视频许吼，啊，就爱，脚尾了徛咧吼。哦，大家来做福田哦，真欢喜耶。我起来了，好嘞。就是安尼，较早听着家庭事业进行安尼，像用水果吧，还是做家来是感觉哩做。啊，较少，嗯，真少。我就拢做田里的工课。从前的杨一成，忙完田里工作，回家就是休息。除了种田，所有的家事几乎从不参与。但是投入志工后，不但什么都学，什么都做，他的想法也慢慢改变，开始帮忙拖地、晒衣服。这一切的改变，妻子秋春都看在眼里。啊，就在走廊外，然后走廊外，他是姐夫做欢喜嘛，起码输赢做这家事啊。哦，我做欢喜耶。我来去阿做，我就欢喜啊！啊，你讲要去查交通？好，你查交通。这月份着着，咱遮爱会组成这个交通。啊，这只起好啊，要有路啦。啊，你无感觉咱工作安尼，工作袂起啊，做袂起。啊，就你啊，切切个啦，那就啊，大家分担嘞。变化是很多，嘛是互相去配合吧。有阵啊抽屉的啊，会搁切的。我下边也是真好嘛，也无啊嘞，无位啊。从不追工，而且细柔心细的杨一成，看到哪里有需要，他会毫不犹豫地动手去做。即使在志工人手充足的勤务中，他也丝毫不敢懈怠。除此之外，他也将瓷器理念落实在生活中。每逢星期四，杨一成夫妻与女儿有个进山的约定。阿伯，门打开。
一百几。这我调无，几头钱？这清水岩起来这个爬山的停车场。这边多少时啊？拢会来这爬山？我是若无时间啊，若利用拢借一个拜师，这个步道行啊，顺道就捡一个回收进山活动。大概可能应该有三四年了。像妈妈是有糖尿病嘛，那会随着那个血糖指数高低，心情会有不一样啊。你出来的话，当做运动的时候，其实我觉得是放松啦。那爸爸后来是有身上检查出有癌细胞嘛？假如他们要叫他们说出来运动，他们说环保的事还有很多要做啊。假如说我们来进山，那他们就觉得说嗯好，就因为没有浪费时间，所以就一直维持很久。所以说真清气的。有节日过迄个时阵哦，较有外人来去行，还着较有垃圾啊。啊，平常去行的人哦，较守规矩，较袂乌白点。还有一个效果哈，你很干净的话哈，不会有人再乱丢，不好意思丢了。啊来啦，捡无感觉怪怪。捡愈侪愈有成就感，啊无捡愈侪嘛感觉真伤心。我怎么会这样呢？志杰，恁这个中间安改造？哎呀，都是回收的，回收、啊、然后再拿回来用。哎，他自己带四个。哦，登山还会自己带夹子的。嗯，对，这个也是回收再回收的。哦，师兄，你嘛捡个足油的呢。嗯，只要是，反正只要是不是这里的东西都捡。别乱都，别花别乱都爱捡掉啊。这是女儿杨秋梅为了父母身体健康想出来的好办法，既能运动健身，顺便进山做环保，还能联络彼此的感情，一举三得的好处，让杨一成夫妻在全心投入志工之余，也能有机会调节身心。这个才值钱啊，这个很值钱的。这个是跟妈妈学的，妈妈以前我都是觉得说啊，这个就算了。妈妈说不行，这个回去还可以再回收。哎，丢了。平凡知足的幸福，往后的日子还要携手相伴，继续行善积福的每一天。真的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哦！你看，有智慧的父母就生出有智慧的儿女哦。妹妹真的很有智慧呢。对，明明知道爸爸妈妈你改工要创啊，背山运动无啦，但是就用这个方法来包装，效果不错呢。咱来越行，大藏经才会越走越宽阔。就亲像恁家，上早是你的小妹啊，还是阿姊先做主席啊？你的小妹，啊大台棒，啊甲你报，啊阿姊啊，咱来当来主席看卖呢吼，啊我带你当啊。花莲潮汕好不好？系啊！啊，听讲一顿下就不得了啊，因为感动到啊。感动到啊！看到啥？我听上人在讲啊，我就感动啊。上人讲啥？哦，听伊的声啦，从哦，迄个心，迄感动的心哦，是啊，迄阵我就感动到啊。这都是缘呐、啊，缘、嗯、嘿、哦。啊，回来就开始听说妈妈就开始募款了呀，还是怎么样？啊，我讲。我也无啥捌，伊也无捌工作济，我讲袂晓收啊。我伊就摕一本簿仔来，叫我收啊，我就甲收啊。听说妈妈不会写，你的妹妹先把它打成电脑，然后把它 print 印出来，然后妈妈怎么做？这个超过啊呢，教表就对啦。哦，大，爱，人。物质阿明，安尼照写的对啦，照写的呢。安尼嘛是咱培训，买咱上课，买咱修正啊。啊，伊就叫我看一下，我也要临时要写出来，我写未出来。安尼吼，啊，我做了翻译，当然阿公阿婆同齐做拢真好。剩下你嘛，恁两个人拢修正差不多十年啊啦。那是报时时间、报时体力、报时金钱，你嘛甘要报时啊？两个人关拢懂呢。钱这个代志你要怎看待？我是讲讲吼，咱我足欠的啦，因阮查某囝安怎甲我讲的讲，啊你足欠的，你安尼去管钱，你管会落？系啊。啊，我落我的心，我就想讲，我要来管你。啊，我是管了吼，我就心肝就安尼想，想讲，我也管吼，阮师兄无管我心嘛，快掉了，你知道？我定定要叫伊管的，无公平啦！嘿，无公平的，迄钱家己讲家赚的，啊无公平，啊我就啊伊就讲讲。
头甲问拢啊，到尾啊有代志啊。你讲破病的时阵，当年的时阵啊，系啊，来哦，这个病症还是有让你有点觉醒呀。那这个代志呐，无去做了，算讲万年啦。我来走去啊，别关系。你拢是来不及的关系对不啦？啊，就常常都该欲言嘛，真慷慨啦。哦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嘛。世间财都是安尼啊。哦，啊，对这孙啊呢，有啥物款的迄鼓励啊？嘛，这孙啊，大家阮拢真正友好。啊，真正对咱都。有迄善解的理念怀，啊，大家嘛拢真听嘴吼，啊，大家拢真向上心的呢，啊，真，哎，咱就真满意啊。对啦吼，啊，人人拢平安，哎，捌代志，安尼就上大福气。上大福气。其实刚才师姐讲到说啊，这个从她的妹妹收会员，到后来回到彰化找到阮专师姐啊。啊，鼓励他也出来培训哦，也出来募款哦，真的都要感恩这个源头了哈、哦。啊，你看阮专师姐不来，不过啊，他也捎来了一段他的祝福哦，我们来听听看。那时候都知影时，心理上嘛足惊，也想哦，一平常都拢真配合哈，啊，工课拢足认真做诶。啊，来，听到讲伊有代志，心嘛真咧感觉真。真惊呀！夫妻安尼同安尼同修吼，但是这样做者足认真嘞。啊，我就甲伊讲啊，像你这样嘞吼，菩萨心嘛，啊，拢对咱自己的大家庭一不断的安尼一直付出啊，这拢无啥啦，这是一个过程尔啦。这吼真紧就好起来，啊，祝福伊吼会当啊身体早日健康。祝福你身体永远拢健康，对吧？哈，无什么好。要求啊，会当行，会当健康做代志，就是最大的福气了，对吧？人啦，身体健康，用脚用脚无做吼，啊，都拍上去。对，吼，像你甲我讲，我一届伫路下看到，迄人迄花圃顶头写着你国小同学的名，你心内插一条啊？插条啊，真无常，那伊遮早就走起啊。哦、所以讲，咱阁有一口气，都要好好做，对吧？哎，尤其以这个家里是这样，你要乖卡哦。听说你们家帮爸爸妈妈过这个生日的时候，不是送礼啊，是送吻哦，是怎么讲啊？对啊，就是才有这个机会，才会拥抱爸爸妈妈嘛。所以你们五个小孩加十个孙子，十五个人，大家排排站，一个一个亲哦，哎对，然后拥抱啊那样，哎对。不怪你的感情才好，都我全家福，大家拢甲我比安尼啦哈。即我自早，我五个囡仔细汉的时候，我都迄个要求，我讲拢唔免上山旅游，恁姐姐写一张批话安尼就好。哦，我都较早都安尼做。是家书抵万金，一来讲出心里话，二来锻炼你们的文笔作文能力，又是一家米狗。哦，最后代表十个孙子，五个小孩。有没有什么话要祝福你的爸爸妈妈？啊，真的要祝福爸爸就跟妈妈身体健康，还有福慧双修，形形色色都在菩提中。对，哦，啊，今天刚本来蔡师兄回家再打开来，啊，你的宝贝好生哦，先就恁两个做主者来陪伴，哦，祝恁合家平安，大家拢快乐，哦，感恩，谢谢，祝福你哦，谢谢各位。